好，焦点视频啦，咁嚟到呢一个嘅环节啦，吓、啊，真系我等咗好耐啊，因为我请到阿翁宝祥师傅上嚟啦。多谢咩哥吓。系，大佬。我隔篱嗰个靓女喎、啊。系啊。你见到先，先好。听个名叫小云啊。系我叫小云。咁我就小吉啦。哇，哎呀。小云同小吉都齐喺度噶嘛。真系好啊，真系。小云。全员啦。咁啊，嗱，小吉，我想听下，我想听下你啊。哎，嗱。其實咧，即係阿師傅咧，咁啊，我哋之前咧有一啲啊喺你嘅個人嘅節目上邊咧，咁我哋都有請教過你一啲關於手相同面相。咁但係你知咧，你嗰啲真功夫啦，一嚟啊入肉噶啦嘛，即係一嚟啊講啊，究竟呢樣嘢點樣點樣點樣？其實我都冇乜點樣請教過你，手相學同面相學究竟喺邊一年邊一月邊一日會有呢樣嘢出嚟咧？真係係嘛？唔會無啦啦有人突然之間就係、是、啊！我想發明一樣嘢叫做手相學咁樣。嗱，手相學同面相學咧，都係我哋嘅先前人咧，係一個統計學。只不過咧，佢將好多人嘅嘢統計，包括個種族最緊要。所以咧，我哋中國人同埋外國人啊，白人。啊，甚至乎啊，黑人、紅人，大家都係嘅。嗱，頭先我都講啦，永遠係脱離唔到五行嘅。咁我哋而家就喺翻個手相學裏邊，只不過咧手相學咧就係分開東方掌相同埋西洋掌相嚟嘅。咁咧就東方掌相咧，多數咧係講咩宿命論，即係講你喂你出世係咪含住條金鎖匙出世啊咁樣。而西洋掌相咧就唔係啦，西洋掌相咧係真係。你要靠努力，你要靠自己話俾你聽，前邊你一片光明嘅大好前程，但係問題你都要自己刻苦經營得噶嘛。如果唔係，你完全你點樣去可以得到財富啊？咁只不過咧係一個提示。啊，咁啊啲提示咧就會喺你嘅手或者你嘅面嗰度得出嚟嘅喎。哦，呢、這個就係手相同面相。係啊，手相同面相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呢一樣嘅分別咧就係話。頭先我講，除咗喺你個人咧，現代西洋掌相咧，但係同埋東方掌相咧，但係咧，正式係條條大路通羅馬嘅，大家都係最後咧都係達到嗰個目的，只不過咧就喺東方掌相咧就較為有啲人咧就懶一啲，咁啊如果西洋掌相咧就唔係啦，你要努力一啲，先可以揾到你嘅財富。咁我請教下啦，點解手相有分中西，面相就冇咧？真係嗱，佢西洋手相咧，西洋手相咧，我哋喺個掌裏邊咧就分開啦。嗱，你喺呢度咧，大拇指又叫金星丘啦。咁啊，但係咧又唔係金星指喎，大拇指，但係咧就喺金星丘出嚟啦。咁第二隻就叫木星指啦。中間呢隻就土星指，呢隻就太陽指。即係你戴結婚戒指嗰只啦，尾指就是個水星。好啦，咁啊呢個第喺個虎口咧就叫第一火星丘，掌邊就第二個火星丘。咁啊呢度咧就係個坎宮水門，咁中央咧就係火星平原啦。咁而喺西中央中國嘅掌上咧，東方掌上咧，咁我哋就分開啦。只不過咧由呢度四個星裏邊咧，木星、土星。太陽同埋呢個水星咧結合埋三個宮嘅啫，你不妨你將你自己嘅手打開啊！嗱，呢度有三個波仔嘅，你睇自己睇啊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呢度係啦，有三個波仔啊，係啦。嗱，咁啊呢度咧，咁所以咧佢呢度咧就加埋為一個叫做東方掌上咧叫做三峯高耸啊，咁就係個飽唔飽滿，但係咧西洋掌上咧就會結合。將四個宮位結合為三個去睇。哦，咁樣。咁師傅有個問題想問翻咧，咁因為坊間啲人都講啊，男左女右，男左女右咁樣講法啦。咁會唔會話掌相都係話要男仔睇左手啦，右女仔睇右手咁樣話咧？其實就唔係，係講個先天同後天。男性嘅咧係以左手為先天，而女性咧就會右手為先天。但係如果除咗你係左右嘅。咁一律全部都係左手為先天。哦，咁樣，咁即係其實，如果我係女性，咁其實我兩隻手可以睇嘅喎。係啊，其實每一個人都要睇兩隻手嘅，唔可以睇一隻手㗎。哦，咁樣。嗯。好，
咁睇下觀眾有冇啲咩問題。其實觀眾咧，佢哋又有啲係一啲嘅關於八字嘅問題啊。係。咁但係呢啲咧，我眼遮少，我先再請教你。好啊。咁其實咧，我就即係係嘛喺十一月，大家都知啦。咁啊，好多一啲網購嘅網站啊，或者平台啊，都有好多優惠會放出嚟啊。哦。OK， 咁啊。師傅咧，我頭先我都問咗佢，咁啊，所以咧，師傅嗱，你唔介意咧，我將你嘅優惠讀出嚟噶咯喎。哦，好，好嘛。誒，多謝多謝。誒，嗱，其實咧，往年咧，我哋上次咧，都有做嘅。上年我記得個反應係好好嘅。係啊係啊係啊。OK。焦點視頻好多觀眾真係反應得幾好嘅。係啊。係。啊，咁啊，當然。多謝佢哋全部支持我哋嘅香油啦。最緊要。我哋獨壇香油。最緊要係啊，師傅，即係你都係真材實料喎，呢樣嘢。先緊要㗎，立不到啊嘛。咁好啦，嗱，咁啊，我啊讀出呢個優惠啦 ，OK。嗱，咁啊，觀眾咧就可以咧，特別焦點視頻嘅觀眾啦嚇，咁啊可以報名咧，明年咧呢一個正一手元道壇咧，辛丑年正月初九嘅拜太歲同埋斗母，係及正月初四嘅拜福六公正一元壇五路財神趙公明，係兩個法會 ，OK， 兩個法會，係咁啊。呢、这、一個嘅報名咧，原價888，係本身都平噶啦，仲要真係好平噶。你知唔知我哋點樣平到點樣啊？嗱，我哋例如我哋拜斗啊，仲要每一個月同所有嘅善信曾經報名嘅再做一次斗母十字香。嗯，換句話講，仲要年尾答謝神恩，嗯，即係話。你頭先而家呢個價錢咧，係包括咗十四次法事，嗯，係咪好平啊？十四次法事，好抵啊！先至係710元啫。哦，係啊，如果你接咗係啊，係啦，係啊，嗱，講到明啊，八折啊，係啊，即係係各位係誠心嘅就咁啊，係啊，啱啱、啊、你哋真係去年真係。即係今年嘅五月啦，我哋嗰個移燈換斗咧，嗰、那個法會真係好多人報名參加支持。咁、嗯、啊，但係咧，我哋只係一年做一次，咁啊冇、嗯、辦法啦。咁啊，仲有可以順便講一講咧，就你哋做咗嗰啲參加咗我哋嗰啲咧，我哋今年嘅10月21，因為今年嘅冬至係21號，係提早咗一日。往年就係22啊嘛，唔係21係22嘅節氣。咁、嗯、啊，今年咧，我哋都仲要同你哋將所有嘅善信咧，都要移燈換個斗，做嘅一次大法事。係，因為已經唔同啦嘛，係已經21咧係年，所以年大個冬大個年咧，就嗰日咧就已經啱啱轉捩點嚟㗎啦，已經開始運行㗎啦。嗰、嗯那個咁所以我哋咧已經全部要做嗰場大法事。嗯 ，OK， 嗱，咁啊，除咗頭先講嗰個關於一啲即係拜神嘅嘢啦，咁其實咧仲有一啲網上嘅課程嘅，師傅。係啊，你個 cyber 啊嘛，哎呀，啱啱真係接觸先得，我正想自己搞。係啊，所以即係我正想自己搞，係同啲徒弟喺度傾緊啦，我哋睇下點樣方法。咁啊，而家唔使啦，咁你哋咁大規模，咁我唔使搞。冇辦法啦，係嘛？除咗咁大規模，除咗我自己，仲有我啲兄弟手足，大家都要儲啲奶粉錢㗎，咁所以我哋都要勤力啲㗎。我係諗先多幾步嘅嘢㗎，好慘㗎。咁啊，真係有規模唔同嘅，你就算叫我搞，我都好辛苦啊。班徒弟嘅啫，又係靠。係。咁啊嗱，即係我知道啦。其實咁啊，師傅咧有關於一啲手相嘅課程啦，咁啊牽涉到掌線嘅分析啦、掌中嘅宮位啦，同埋手掌嘅顏色啦。係。咁啊，同埋咧就係風水上面啊，三元九運命宮啊，究竟點樣配合呢個宅主啊？係。咁啊，屋企咧如何可以佈局啦、吹吉避凶啦？咁同埋仲有哇宅日添喎。係啊，教埋㗎。係嘛？因為我啲課程係有埋宅日㗎。咁啊不得了啦！我最中意就係你最後呢幾句啦。啊，辛丑年咧，宅中佈局定乾坤，教你宅中如何吹吉避凶，盡在自己手中抉擇。最緊要係咩啊？任何國家地區都適用啊嘛。係啊，教到、這個、我教到明噶嘛。係啊，全部教到明噶。咁你仲有、可以直接可以仲要問我哋啊，經過你哋啦，咁可以有問題啊問答啊，我都可以答你哋。呢、這個不得了啊！真係任何國家地區都適用，你知啦，其實係嘛？而依家好似頭先我哋嗰一個環節咁樣咧、有個觀眾係比利時喎，
係嘛？即係佢比利時，佢依家睇緊，佢可能喺佢嗰只日頭嚟啊！佢睇緊我哋啲節目啊！係啊，啱啱起身就睇個太陽嘅咋，係啊，不得了啊！咁你教完佢，咁佢就可以自己又玩啦，係嘛？係啦，係啊，係啦，咁啊，所以嗱，即係以上嘅優惠啊，我只宣讀一次嘅啫 ，OK， 咁啊，錯失咗嘅，我分開喎，係錯失咗嘅，唔緊要，仲有得再睇嘅，唔使驚，係啊，咁好啦，嗱，師傅。咁啊，我又再加翻俾阿小雲啦。我見阿小雲啊，成隻手套咁抹咗上嚟啦。係啦，咁啊畫嗰個手掌仔俾師傅嘅，睇下嗱有好多咧都係話咩婚姻線啦，咁就健康線咁樣嘅。好，健康線。交俾師傅咁樣去幫我哋解答下。健康線咧，咁咧嗱，我哋記得啦，出嚟嗰陣咧，呢一個叫虎口啦。咁健康線咧圍繞住咧就個金星丘。嗯。系啦，咁即系话我哋个鸡髀咧就叫金星丘啦。咁啊呢一度咧就系睇健康，睇你个人除咗呢个健康，因为知唔知嗱？我好似头先我已经讲咗咧，布宫喺嗰个九个宫里边啦。咁你要知道金星丘里边所有负责嘅系咩先？嗱，我哋一个金星丘咧系我哋任何嘅人。嘅血氣都喺呢度，咁如果你呢個金星丘你撳落去嘅彈唔起嘅咧，咁呢個人咧氣血都已經差噶啦，已經啊，咁你話係咪健康差？未睇條線喎，淨係分析咗個金星丘啫喎，係啊，啊嗱，你呢個金星丘啊，咁你身體真係弱啲噶，係咪先？彈唔起啊！弱啲噶，嗱咁。我不知道小雲有沒有跑步或者其他健身，但是你肯定有一樣東西是弱一點。為什麼？為什麼我會這樣說？為什麼呢？除了你的金星丘之後，你的尾子水星丘很有弱的。這個因為是有的。雖然說過三關，但是這裡守住右，這個是水星來的。水星是代表什麼呢？我們的神。我們的神。所以你在這個金星丘，如果再結合起來呢、這個水星子點都係咧，咁咧就會健康上差。嗱，我就冇睇到啦，你隻手啦，但係你自己可以睇你隻手。呢條呢條線，睇嗱，你攬咗啲頭髮俾我睇啊。係，好攞對耳仔俾我睇啊。嗱，咁你哋耳仔同埋個上庭咧，都係好靚，都係好靚。咁咧就唔可以話你呢個金星丘撳落去。嗱，咁扁平嘅咯，彈唔起喎。但係咧，你可以睇下你自己呢條線啊。我而家畫緊呢條線，係嗱，我已經老眼昏花啦，我今年都七眼六嘅。嗱，呢條線咧，你係好柔弱，同埋有少少一條條一條啲好細嘅線喺側邊走咗出嚟。喺呢條主線呢條金星丘，即係我而家畫緊呢條線啦。咁你自己睇下係唔係啦？左手定右手好咧？左右都要睇嘅，只不過一個係先天同一個後天。嗱，咁我哋如果睇到啦，後天係有，而先天係冇。嗱，我講咗啦嘛，右手係先天啊嘛。嗯。咁即係你全部性啦，即係話，如果你嘅右手係有嘅咁嘅現象咧，即係話你全部性咧一早已經有。嗯。但係咧，如果你條脷子先係靚嘅咧，即係話。中間呢條線啦，中間呢條線係靚嘅時候咧，嗱咁咧你所有嘅一切咧，全部靠你自己個人去控制曬，所以咧你嘅健康都喺你嘅手度。係啊，咁以後我要多啲跑步啊，多啲做啲咩嗰啲㗎啦。係啊，安排好自己咯。係啊，咁你咪將呢個咪就係可以反弱為強咯。咁你咪全部把嗰啲。最不好的健康，乜嘢都唔緊要嘅，全部可以在你的掌握裏。係啦，要做翻啲，就算不想做都要做個運動啊。因為點解咧？你個上庭靚啊，我哋咧，如果面上裏邊咧，我哋睇上庭、中庭、下庭咁。咁望你頭先，我望你上庭又靚，咁你對耳仔又靚，但係我哋講緊係金星丘嘛，但係一撳落去咧，又爭啲喎。係咯，又爭啲喎。咁我哋會決定嘅就話，你係可能你童年讀書嗰陣係好比人哋辛苦啲啊。嗯嗯，啱唔啱先？嗱，即係話人哋嘅記憶力好，但係你嘅記憶力咧，你自己要加倍功力。
我而家就係咁啦。而家我而家嘅狀況就已經係咯，記憶力真係好差。咁啊，嗱呢個唔緊要嘅，因為咧，如果你條中間呢條線咧，你條線係靚咧，咁你全部掌握你自己手，你會改變曬你自己，係啦。如果你條線唔靚嘅咧，就唔得咯。但係咧，我又一定話你條線靚嘅。點解咧？唔係無的放矢嘅喎，唔係立亂講嘢嘅。因為我望完你個印堂上庭咧，耳仔都係靚嘅。咁你中間呢條線啦，咁你自己睇下靚唔靚啦。我就覺得好靚，係啊。係可以嗱。啊，睇唔睇到啊？嗱，鏡頭睇到啦。中間呢條線咧，嗱呢度咧重線啦。呢條線真係好靚噶，唔係假噶。係 啊，我都覺得好靚嘅，所以我都係掌握曬啲嘢。嗱，睇下嗱，呢一隻手就更加清楚啦。啊，嚟到呢度。咁樣。啊，咁啊呢條線咧係靚嘅。仲有一樣嘢，而家睇到你咧有少少秘密喎。嚇！啊，嗱，秘密唔講得㗎呢度。我呢個秘密可以講嘅。哦，咁啊好。呢個秘密咧喺你個線嗰度咧係畫咗出嚟嘅。睇唔睇到你呢條線咧？中間呢條線係一個分叉。係啊，有咯。係啊嘛。好啦，咁你呢個分叉嘅情形就係話，當你做緊某一樣嘢嘅時候，你進行緊。但係咧，你嘅腦咧係會閃咗出嚟另一個畫面嘅。哇！咁周時都有㗎。你做緊嘢嗱，無論你 planning 緊乜嘢都好啦。可能你真係工作嘅時候話，我而家講緊唔係話你去停頭留卡諗緊其他嘅開心嘅。咁係靈魂出竅咁樣。係，但係你突然間咧，你嘅腦嗰度咧，你例如我工作緊呢一樣嘢，突然間有一樣嘢攝咗落嚟。喂，你有一單嘢可以咁樣做喎。嗱，呢個時間咧，你不妨嗱，你會唔會有呢個現象先？我就會有嘅，我話你會有嘅。我而家係又真係無啦啦做嘢啊！即係比如做功課，但係諗到一個 idea， 比如係我要出嚟做嘢。即係我講嘅中啦。好啦，咁你呢個 idea 咧，即刻揾支筆，簡簡單單，即刻撩幾個字，咁咧記住佢。咁咧，因為你事後咧，你根本你頭先諗唔起你，咦？我頭先突然間有個 idea 喎。係啊。咁你可以寫個提綱嘅啫嘛。係啊係啊。寫咗個提綱，我咪我翻轉頭做完呢 part。我咪我頭先我諗過啲咩出嚟咧？係啊，我成日都係咁樣唔記得咗啊！係啊，咁呢樣嘢咧就係有助你好多嘢噶。你有陣時計劃好多嘢，係咁你咪可以有一個整個周詳計劃。但弊在啲填冇 mark 嗰啲咧，聽我睇好多古狀啊！而家啊嘛，而家開始，你見到阿小吉之後開始。啊 ，OK OK， 小吉係貴人。你見到阿小吉開始，係啊，好。OK， 嗱咁啊，其實咧，呢一個嘅網上面咧，咁有啲觀眾啊，有啲問題，咁但係咧，佢哋又即係佢有尷尬喎，佢就咁俾1968年3月初5咁樣，咁呢啲我哋又點樣可以轉化到請教？呢一樣嘢咧，要推翻咧，喺2007嗰陣時咧，我喺生活台嗰陣咧，都係 live 嚟。咁當時咧，我哋啊有幾個師傅，阿咩應該知道啦，係啦。咁我哋有幾個師傅，咁咧嘅時候咧，我哋有三個師傅啦。咁一個咧又係 live 嚟喎，嗰陣時嘅節目都係 live。好啦，咁有一個喺又係全球嘅，咁啊打電話入嚟問嗰陣咧，咁另外一個師傅咧，咁啊會即刻計嘅。係。咁啊即係計完之後咧，我哋即刻答。啊，咁啊現場咁啊，但係咧都有三個師傅喺度，一個計完之後可以我去分析啦。咁但係咧而家就唔係啦，咁因為你又計唔到俾我。係啦，咁啊但係咧呢一樣咧都可以嘅。如果你真係需要我解答嘅都可以，但係當然唔可以長答啦，簡單都可以答得嘅。係，贈兩句啦，好嘛，師傅兩句好啦。咁你都要開咗個八字俾我，係啦，咁我會贈兩句，有埋個視頻喎。咁啊好啦，嗱咁啊 OK， 嗱 Man Chow 嚇聽到啦，咁你之後再補翻啦。咁啊嗱 OK， 師傅。係。咁啊有位女士喎。係。CCC 喎叫做。係。咁佢就係丙午年啊。OK， 跟住壬辰月。己亥日丁卯时，咁啊想问下下年嘅运程。丁卯时啊？系啦。一丙五年即系1966年啦，啱唔啱啊？
應該又是啦，師傅，因為我這個我是不能夠答到你啊。咁啊嗱，講一講啊，KNG 啊嚇，係嘛？想學咁啊，聯絡師傅啦 ，OK。明年係辛丑年啦，係啦，咁啊，明年係辛丑，係土金嚟嘅，土金年，咁佢係己土，就喺壬辰月嗱，壬辰咧真係一個水庫，壬其龍庫，咁啊水嚟嘅，咁啊問題咧，佢自己仲有木。好啦，天干咧就係丙丁，天干就丙丁，佢用個火土，咁佢喜用神咧就係火土嚟嘅，喜用神就一定要用火土。好啦，咁啊呢位係男士啊女士啊？女士。女士大運要逆行，咁佢知唔知佢嘅大運係乜嘢啊？逆行任子誒任貴。1966年是幾月出世啊？三月，即係四月啦。四月咁啊，佢又講得四處俾我聽，咁我都唔理佢啦。總言之，我就當佢係1964年4月幾號出世啊？可唔可以？你答不到啊？喂，阿思思思，四月即係幾多號啊？丁卯己亥日啊？幾害日真係，哇！真係答唔到呢個真係。嗱，年我已經幫佢揾咗啦。啊。係啦，咁啊大運咧，我就幫佢排咗，就是、丁亥係啦，因為咧大運咧佢係要逆行嘅，因為咧佢係女命，而呢個丙午咧係陽年，咁所以排出嚟咧就係、是、申卯庚寅己丑戊子丁亥。哦，四月十日啊！四月十號，唉，咁我就容易啦。四月十號咧，咁我哋咧頭先我都講緊啦，係節氣，節氣。咁四月四號唔係五號咧，就係啱啱係交節嘅，因為上旬咧係節。咁即係話成日都講啦，喺清明唔係四月四就係四月五。好啦，咁我哋四月四或者五去到十，係咪？得嚟六日啊！好啦，六天我哋咧就逆行，逆行即係話翻去用咗六日，四月十號用六日，即係兩歲上運今年是55歲，55。哦，行緊個，好啦，咁啊，首先咧，喜用神，呢位啊，恭喜阿雪師啊，係，係啦，咁啊，恭喜呢位女士，咁咧，你個大運咧，係你由52歲啱啱咧，啊開始係進入啊，係一個好運嚟嘅。啊、所以咧喺運嚟講咧，你絕對明年係相當好，尤其是你自己排出嚟咧，1966年7/63係4+4=8，白土土星。明年咧，我哋咧就乾入中宮6/7/8，咁明年咧係恭喜你更加財運亨通天，事業樣樣都順境嘅。OK。嗱咁啊，師傅，我又再先揾多個啊 ，OK？ 咁其實佢就唔係問好多嘢嘅，咁但係咧佢就話，我諗呢個技術性問題嚟嘅。咁佢就月丑年，係壬午月，月丑壬午
跟住辛卯日，辛卯丙申時，丙申咁啊男命嚟嘅，系咁佢就想問呢一個嘅工作，咁佢咧就話因為咧有啲師傅咧就喺佢個用神同埋格局咧，其實俾嘅意見都唔同嘅喎，咁樣啊係啊，因為咧有陣時咧學命理咧，尤其是紙評，唔可以一本通書睇到路。好啦，例如一個八字，咁咧好多人咧就會透出咗去用個丙火去做呢個祝融神先。好啦，咁我哋睇下辛金裏邊喺五月係火蟲，好啦，喺自己坐落去咧，又木金又克克自己。好啦，個我克咗木係為財啦，呢個係財星。好啦，透出嚟個丙火。咁即係換句講，個煞好重，個財好重啦。但係個問題就話，我財雖然係重，我克唔係個煞啊，煞重啊，唔係財重，因為火克金嘅。好啦，煞係重，而且仲有一樣，佢偏偏咧，佢有一樣嘢就係話個水咧又去蝕咗佢嘅金氣。好啦，係得一樣嘢係邊樣咧？喺個時局。時柱嗰個辛金裏邊，辛從金印木喺嗰度透出嚟，生翻旺呢個金金，所以咧佢整個八字，我嘅見解咧，佢係用一樣嘢，係用比劫，比劫即係話用翻金神，佢係佢個喜用神，嚇又唔可以用土喎。只是一樣是金，是繼續只是一樣用金。我想問下這位男士，我說的對不對？是可不可以立刻答我？哇，那就真的看看他先，他又未答到這個，他應該在答是吧？嗯，給他一點時間。那這個哥哥仔，這樣東西是現場考我的，是啊，不過呢我由七幾年都教教命理教到今天了，教完當然知道是知道 OK。 那呢就好了，那師傅那不如在他答之前呢，我就我就請教一下你啦，啊 OK。 他說又不算喔，啊，哥哥仔不知道又不算什麼了。什麼又不算？是咯，今年特別差。佢一九八幾年啊，月丑年1985啊。月丑年。唔係喎，丙寅，月丑，1985月丑。1985年。85年啊，系啊，头先佢话又唔系啊嘛，系啊，咁我又解俾佢听咯，系，好啦，喺五行里边有真化同假化，庚金咧，今年庚子年咧，月与庚系化唔到，咁佢想好想讲话又唔系嘅，梗系。話咩啦？喂，你一定係講我喺庚金裏邊係喜用神啊嘛。咁而家我明明係庚金喎，但係咧係點解唔係啊？咁樣頭先我話俾你啦，你月與庚合化唔到啦。好啦，咁嗰個火咧仲黑住你。問題就話你身子係匯咗水，嗱大運未排出嚟。大運未排，好啦，排埋大運，佢亦都係逆行嘅，佢男命見到月丑，壬午
阿小雲，你有冇諗住學嘅呢啲啫？而家未學住啊。可以知道下你未來嘅男朋友，唔係未來嘅男朋友係點樣樣喎？以前有學啊，因為我有個朋友咧，佢就同我講話，佢想學玄學嘅。嗯。咁我睇一睇，又真係有興趣喎。不過而家唔得閒啦。又要讀咗我個科先。係。幾月幾日出世啊？先啊，呢個哥哥仔啊，幾多月幾多日出世啊？嗯。先啊，喂。未講啊！嗱，快啲啊！是咩？哇！呢個哥哥仔85年出世，呢個哥哥仔，你快啲講啊！究竟係幾月幾日出世啊？打字打快啲！打字打快啲啊！6月21日啊！六月哦，又係喺阿中氣裏邊，即係話5歲上運。剛才我講了，他是在5月裏面木去生火，那個是煞星來的，還有告訴你聽，厚土埋金，濕土可以生金，所以除了這件事，更加今年是7尺入中宮，而他呢本身呢是600件金，對了，7、8望埋去是好的，但是呢在这个无人运里面绝对未有运行。我刚才说他要用金，用湿土就金了。明年辛丑年一定会好过今年。哎，那就好了，真的最重要是这件事，是吧？他有5岁以上运嘛，又是逆行的这个大运。是的。OK， 那师傅好了，下一个网友呢他就问手上的东西。OK， 好啦，嗱，咁啊 ，shopping hotel 啊，嚇，佢個網啊，即係購物嘅酒店咁樣嚇。係。OK， 咁啊，頭腦線咧，兩隻手都開叉喎，咁啊，可以點樣揀好嘅諗頭啊？我想話佢開叉喺頭啊，一係尾，即係話由個虎口開叉，一個尾嗰度開叉啦。係。係啦，嗱，我哋咧頭腦線咧，正常咧就喺呢一個。虎口嗰度，即係第一火星丘嗰條線打橫伸出去嘅。好啦，咁伸出去咧，我哋個角度嘅問題啦。究竟佢係橫行啊，抑或向下咧？即係走上，因為佢落嚟嗰陣係成棵草咁樣。嗱，呢樣嘢要問啦。成棵草咁啊，即係好多。成棵草咧，咁咧就係話，如果成棵草咧，如果更加啲線係柔弱嗰陣咧，咁呢一個咧計劃多多，但係。我可以告訴這位先生，沒有一樣可以實行得到。師傅，給你多隻手，你看看會不會好講一點。這條就是頭腦線、理智線，這條就是感情線，這條就是生命線。如果下來這裡整堆草這樣，那就是說這個人呢就樣樣東西都是只有想字而已，天花龍鳳。還有千萬不要一條波浪線柔柔弱弱地走下來、如果你柔柔弱弱走下來，除了你想的東西不行之外，還有很多東西是亭台樓閣、亭台樓閣，你所想的東西，我們如果這條線呢如果柔弱呢，那就會說有實際，有姿勢沒有實際，只有講字、因為我剛才我都說了嘛，我哋睇獎咧，一定要條理智線靚唔靚？如果你條理智線咧，你成棵草咁樣開落嚟咧，咁就一定係唔係咁咁理想嘅線嚟嘅。係。OK， 咁啊嗱，師傅佢咧就話咧，阿 shopping hotel 咧就話，師傅係喺個尾嗰度嘅，咁個形狀咧就係呈呢一個 R 叉嘅，兩隻手都係啦。咁 R 叉。阿叉得兩支啫，兩支就冇事啦。咁兩支頭先，阿小雲都係兩支啦。咁我咪頭先話你諗好多 planning 嗰陣咧，突然間閃過嗰陣咧，你將佢掹低佢。
有兩支唔同喎。頭先話喂成扎咁樣分出嚟喎，咁又唔同喎。咁同埋啦，條線咧係靚嘅線咧，咁啊直情又唔同啦。兩支好靚。咁所以咧爭少少嘅咋，啊差之毫釐咪好之千里嘅。係。咁啊，即係唔緊要啦嚇，我諗佢都係得兩支嘅啫，開生。但係咧就可以話俾呢位先生聽咧，即木星子夠唔夠粗壯啊？嚇！即係我哋嘅食指。嚇！嗱，如果呢位先生咧隻木星子係較為粗壯啲，同埋中指咧，咁即係換句話講。如果較為粗壯，咁換句話講，呢位先生咧本身嚇個野心都幾強嘅，支配欲都幾強。因為點解咧？我哋會睇到條理智線咧，如果你咁樣開叉，再加埋呢一隻木星子咧，係咁樣嘅時候咧，一定係比較係野心啲。嗯，係啦，咁啊，佢好多計劃，好多 planning。係。嗯。OK。咁啊。師傅，咁我想再請教下啦。即係其實有啲人咧，佢可能係先天或者後天，當然先天就少啲嘅，後天真係會比較多嘅。咁可能某一撅嘅手指係冇咗。嗯。OK， 咁又真係點睇咧？嗱，喺相學裏邊，無論你手相學或者係命理學。我哋喺個五官裏邊，包括我哋眼耳口鼻啦，包括我哋嘅掌啦。如果你係後天，或者係工作上，或者係意外上面而影響到嘅，或者截咗嘅，都係會影響你嘅運氣。even 一隻手指尾扭曲咗、整傷咗，同你啲子女嘅緣分都會薄啲，因為尾指代表子女。是 OK， 如果你宗旨就代表你自己，即是说你做人自己的宗旨不稳定。嗯，师傅，我想再请教一下，就是手之前我问过你的，是吧，就是一些线啊纹啊，咁原来呢是会随这个年月呢是有一些改变的，可能是吧，咁但是手的形状呢，又或者那个的厚度呢，是不是纯粹就我想我自己好像刚才小云那样，有一忽可能差那么点力的，我今个月开始就储肥自己啊，找个好男人，跟完之后我日日拍两桶雪糕那样款，是吧，实厚啦，厚个海绵那样款啦。这样东西不会的。是啊，你说这样的吗？这样东西不会的。呢樣嘢係與生俱來嘅，所以有咗東方長相同西方長相嘅分別啦。如果你東方長相咧，根本就話其實得出八個字嘅啫。無論我哋睇命、睇手、睇長相，得八個字。呢八個字就係富貴貧賤受擾言餘嘅啫。八個字就係定你嘅終身。所以咧，呢一個咧係你與生俱來。所以咧，我哋就話，當你去同人哋睇下，你分俾人哋嘅手啦，有冇彈性？咁彈性咧，就係我哋幫人哋即握手嗰陣啦。握一握嗰陣，好簡單嘅啫。你嗰隻手係咪掌硬如鐵，或者係掌軟如棉？咁如果你望埋一握手，掌軟如棉，咁已經佢已經係，就算佢做嘢。都不是做粗重功夫的事情了。你想想，如果一個掌軟如棉，你叫他就去擔泥，你叫他就去托貨，是不是？不會的嘛。問題就是他只會在哪裡呢？是在文學的修養，或者是藝術的修養，音樂那些啦，是的。所以問題就是，如果他壓下去是有彈性的，那這個人在商業裡面，他就可以發揮得到。如果你一握手的哇，掌硬如鐵的，那一定是運氣都曳啦。好啦，咁嗰一刻咧，就又再睇佢嘅掌線咯。哇，咁如果你嗰條生命線係好靚啊，闊齊齊啦，咁你咪得一生做牛做馬咯。點解啊？天俾你嘅能力就係去做嘢擔台。如果你係結節手嘅，你係全部木型嘅，
喂，真係唔見財噶嘛？佢話有結節啊嘛，疏啦啊嘛，喂漏財。咁人哋喺文學修養，呢、這個真係財富嚟噶。你唔可以話嗰個咪，只不過大家嘅觀點角度唔同啫嘛。我識嘅嘢，我話唔聽，你係賺賺錢啫嘛，係咪先？啊，俾人哋一句唔好聽。以前啊，多人講咧，而家就少咧。哦，你賺幾個銅臭啫，係咪先？咁人哋有文學嘅嘢，我嘅程度比你高好多添。但係咧，如果係而家物質社會咧，冇錢就真係過唔到人，係咪？的確。好好啊，嗱，師傅最後一個網友嘅問題咧，我想請教下你啦。咁啊，呢一個嘅阿 Carrie 啊 ，Carrie Show， 咁佢就問咧，就係師傅啲技術性問題嚟嘅，佢就話我。我是人格木是用神的，是咁啊，兔月木就是忌神的，人格木就是用神，是兔月木就是忌神，是咁想请问养猫养狗会不会可以变好运啊 ？OK， 我想问呢位 Carrie 边位同佢讲是人的格木是喜神？而月卯是忌神，在衰字在五行论说两个都是木，只是甲月人卯甲月木咁解嘅啫，一个是阳木，一个是卯是阴木。但是如果你是用木，是喜就喜，是忌就忌，冇得模棱两可，冇嘅，绝对冇。你用木的忌神就是木的忌神，只不过就说在命理里面我们有比肩和比劫，即是说我找兄弟，例如我的木是用神，木就代表我们的比肩，代表兄弟。如果我身体弱的，我财和我身弱，即是話好多人同你使緊啲錢，咁嗰陣就寫幫你化財拜財喎。咁你係咪有朋友嚟幫你啊？好啦，如果我又係要用木，但我身弱，咁你話我多啲人嚟好啊？因為大家同性好咧，更加應該用比劫啦。咁如果係咁樣講，即係話如果你話甲人木係你嘅喜神。咁即係話，你可能係用比劫喎。咁啊月卯咧，但係點樣都講唔到係有忌神出嚟嘅。係。點樣都冇可能。我真係啊嗱，我可能我學識少啦，我就未聽過呢樣嘢啊。我學識少，但係咧木就係木，你唔好將個木變咗第二樣嘢噶嘛。嗯。係咪先？除非你係咁啦，我月月庚合化金。我喺今月誒，我喺自有丑嘅月份出世咯。啊，自有丑月咁，咁我就可以月月金啊化金啦，咁啊變咗忌神咯。咁就唔係喜神咯。嗱，但係問題就話唔係喺個木裏邊出問題喎，而係我合咗而變忌神啫喎。係。即係等於我哋一個裏面合官流煞，合煞流官。你官煞運煞，喂，咁你又有明夫又有暗夫。我哋喺批命嗰陣咧，我哋要搞啦。喂，你有冇辦法合咗個官，或者合咗個煞，只係留翻一個？咁咪當運。OK， 咁啊，即係哇，呢個真係好技術性嘅指點迷津啊，師傅真係。咁唔係嘅，咁啊，我識咁多，咪可以講咁多咯。如果唔識嘅，我講唔到嘅。OK， 咁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咧，我哋呢一个嘅直播嘅环节咧，同阿翁宝祥师傅咧，我哋差唔多，好嘛，希望咧，我哋下次咧，如果我又搞一啲直播嘅时候咧，我到时候请教阿师傅啦，好啊，咁我再次嚟过啦，系，多谢，OK， 咁好，今集我多谢翁宝祥师傅，多谢咁多，拜拜，拜。